大家好，我是恰日。不管我等一下回答什么，你们都要喜欢我，知道吗？那这种人啊，来喽！你的生日跟星座？11月15号，天蝎座。你的身高多高？174公分。最喜欢自己哪一个部位？眼睛。最喜欢的一部电影？恋下五百日。有收过粉丝送你最印象深刻的礼物吗？一本里面全部都是画我的画册。有被搭讪过吗？怎么被搭讪的？有啊，怎么可能没有？可以跟你要 LINE 吗？对方是男的女的？都有。推销我？有你的菜吗？还好，我比较喜欢不主动接近我。啊，没有，我都喜欢。完了，刚才发现不对。粉丝注意一下。没有，我喜欢来找我要 LINE 的。什么鬼啊？下一个。但你又不会。可爱三连拍。1、2、3。好尴尬哦，这个好尴尬。模仿法拉利姐。就是说哦，大家看到我都说，天天那个你素颜跟化妆一样哎呀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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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下一位，好不舒服哦。对啊，拜拜。